大家好，这里是由爱范儿在发布会现场带来的魅族魅蓝2手机现场上手视频。魅蓝2采用的仍然是一体成型的设计，做工不错，机身包框和机身主面板衔接得非常平整。魅蓝2机身正面采用的是一块5英寸大小的屏幕，机身整体相对而言显得很小巧，整体大小和 iPhone 6差不多，可以单手握持，拇指可覆盖的操控范围也比较广，单手操作相对而言要简单很多。魅族魅蓝2采用的是基于 Android 5.1 的 Flyme 4.5 操作系统，许多操作都和之前我们所熟悉的 Flyme 系统一致，例如从下往上换出多任务管理，上滑可退出单个程序，下滑可以清空进程。魅族魅蓝2还用上了和魅蓝 Note 2上一样的 M Back 触控按键，轻触这个按键可以实现返回键的功能，而按下这个按键则会回到主屏幕。魅族魅蓝2背后有一枚1300万像素的主摄像头，在现场光线充足的环境下，拍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此外，魅族魅蓝2此次加入了双卡双待功能，卡槽可以放下两张 SIM 卡，支持联通和移动双 4G 网络。以上就是我们对魅族魅蓝2的现场上手视频，更多关于魅蓝2的消息请关注 iFire 随后带来的更多报道。